8000万点赞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我就要知道有没有8000万点赞了，多少赞赞了？告诉我多少赞赞了？7800。他说6800。7000点赞了啊！来，再把赞赞点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来，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登场，掌声有请！你咋就上来了呢？音乐才响起来，快点重走一个，来，有请我们的男嘉宾啊！你干哈？长春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！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哎，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。还有宝宝们呢？直播间是宝宝们吗？肯定啦，都是家人嘛，对不对？你是看过我直播吗？看过，经常看，经常看。所以也知道叫家人们、宝宝们、宝宝们，都是宝宝，都是宝宝啊！来来来，你平时都是喜欢唱粤语歌，对不对？啊，粤语歌偏多一点，偏多一点。对，哎呀，跟我太像了，我也喜欢唱粤语歌，是吧？我们俩先来一首吧，好不好？你要想这么久吗？这个，我说我们两个先来一首，他这样。我怕我，你会唱的我不会唱，我会唱的你肯定会唱。你会唱的什么？现代爱情故事。不会，我不会来。会唱《护花使者》吗？会唱。那就行的嘛，《护花使者》行不行啊？可以。咱们来次《护花使者》好不好？好。来一首，直播间多少人了？8000万赞赞有没有？首《护花使者》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叫什么名字？叫我阿威。阿威来，对，跟我一起来一首《护花使者》。开始装逼。他森林满布，性感又吻他，将他手把稳稳，美女美女放下，被摸的满腹，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定一生留着心中的他。Come on。他身的晚风正跟欲吻他，真的手法温温柔柔，美老美老不下，被摸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一生负着心中的他。生意默默转大巴，对我说浪漫全无怪我吗？今生的晚风正跟欲满他，真的傻瓜温温柔柔，美拉美拉放下，美貌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一生负着心中的他。正跟欲满他，真的傻瓜温温柔柔，美丽美丽放下，被我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定一生留着心中的他。好听吗？来，谢谢谢谢阿威啊，谢谢阿威。来，还想听吗？还想听他唱吗？哦，不想听了啊。没开玩笑。来，你需要点关注吗？啊，我没在榜上啊，就是喜欢唱歌是不是？没，不是，网上不去，没网。这里哦，你也想要关注是不是？肯定啦，肯定啦。你也平时早做直播吗？现在还没开始准备，在筹备。哦，你还筹备做直播？对对对，那就叫阿威是不是？抖音搜索阿威就可以了。应该可以。好的，来，咱们搜索阿威，喜欢的给他点点关注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好。好的，想
我们来这样子吧，再有请我们另外一位小姐姐啊，好不好？刚刚唱我们秒针的那位小姐姐，想不想听？想听吗？来，准备好秒针来。广东人说我们不标准，那是应该的啊。跟广东比起来，我们的粤语肯定是不标准的，但尽力啊，尽力了啊，好不好？来，赞赞有没有到八千万？有没有到八千万的赞赞呢？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把人气票送出来，有多少人助力啦？ Woo! Three, two, one, let's go! 嘿嘿，阿威再来一首是不是？阿威还来一首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位小姐姐先唱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刚刚的小姐姐上场。现场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！哇、wow, ，我觉得你们唱的人都特别有那种气场。来、就是，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来，我觉得你们特别有气场，就昨天到今天，所有人上来都特别有气场。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好！然后都是真的都有领导风范，是不是？你们常德人，我们都是跟老板学的，跟我学的。来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来，你会唱什么歌？除了秒针，我今天想唱一首对唱的《铁血丹心》啊，想跟我唱《铁血丹心》呢？啊，你唱男生，唱女生？我唱女生，都行。我、哦、想跟男生这样子吧，我们俩先来一首秒针，行不行 ？OK， 你会唱秒针是不是？太好了，我太荣幸了，能跟老板一起合唱。今天这是小姐姐，这怎么不是小姐姐？我也是小姐姐，怎么不是小姐姐？来，今天人气，这人气怎么上不去呢？人气上不去呢？我们再把赞点一点吧，人气赞赞突破一个亿，好不好？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把人气票送出来。多少人助力了？看一下 ，Let's go！ 38000人助力了，来，咱们往50000人冲一冲，好不好？免费人气票都丢一丢，来。来，秒针准备好，一首秒针送给大家。深深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与抑郁阵阵沉默的秒针，别嘲弄风发生，不去冷雨风，透梦长深入本中，我两手空空。哦哦深深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，与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，如潮浪般发生，护住冷如风，涂蒙苍生如笨钟，我两手空空。昨夜之中惊醒如轮波，感叹此刻不过是场梦，生消生定生根及破哟。心中所想轻易淡薄 Let's go！ 光阴匆匆漂泊漫长路，生里爱的他已奔可爱梦，北风吹散我的拥抱，识太作怪问谁能情意浓。Woo！你会唱这里吗？继续来。随风吹走了对梦，多一秒钟，一次针，心里地毯写放了，高唱我歌，绝望后人群中跳舞。雨一夜深深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。雨一夜阵阵，沉默的秒针，如潮浪般发生，护住两面风。Let's go！ 雨一夜深深，
沉默秒针，明明中拍我轻轻，假演绝症，雨一夜阵阵，停落的秒针，熄灭这阵阵，无惧冷风，空梦苍生如本中，我两手空空。谢谢，好不好听啊？你是常德人吗？是的。你们常德人我发现好多唱歌好听的啊，平时是你离我近一点，离我太远了。平时经常看我直播是不是？经常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谢，谢小谢。你平时直播吗？也没直播啊、嗯、不敢直播、就是喜欢唱歌对不对？喜欢唱歌。要需要点关注吗？嗯，点一点吧。点一点来啊。我叫谢小谢。谢小谢啊、对，要去搜索才行了。来搜索谢小谢，喜欢他的给他点关注好不好？一首秒针唱得非常好哦，谢谢。你还会刚刚你说还想唱什么歌？铁血丹心。铁血丹心，我给你找一个男生跟你唱好不好？行。要不要现场找一个啊？谁会唱铁血丹心啊？谁会唱啊？哇，那里有个小妹妹。小妹妹啊，你要唱女生部分吧？我唱女生。不然我给你找个帅哥好不好？行。找个帅哥来，八筒八王子来，特别看到他，对，特别棒。谢谢董老师，感谢董老师来，人气票再送一送，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，把赞赞突破一个亿，好不好？手机挂吧。来，有请八筒，你们俩一起合唱一首。好，铁血丹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来，一首铁血丹心送给大家。这个漂亮小姐姐，来，你老姐姐。来吧，有请音乐。跳一段呗。我是你的靖哥哥。你应该说你是我的蓉儿。这个手来。对对，现场是这样子的。对。梦似曾见，生泪波难言。抛开世事与愁怨，相伴到天边。纵错冷霜飞，苍茫茫，淡雪面。谁别叫冷风霜，为伴子苍茫，淡雪两千面。天之才此时流水，怎不断你怀怨？受惊百几也在心间。人意两难断，好听吗？下面的朋友，谢谢，回馈你们的手，哇，全场的掌声，继续。纵错冷霜吹，我苍茫苍雪霜，射雕冷风霜。夜茫茫，谈书两千年，恩知在此时流水，怎不断你怀恋？心经百记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诵经百几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谢谢，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。啊，我吃醋了。哎呀妈！因为我唱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掌声，你们俩唱完这么多掌声。为什么？说明你真的唱这首歌唱得好好啊，真的。谢谢。而且你们两个配合的完美啊，真的啊。是吗？是不是他唱得特别好，你们才给掌声？哎，我唱得不好吗？好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再说一下。我叫谢小谢。
谢小谢啊，对，谢谢的谢。来，咱们抖音搜索谢小谢，来给他点点关注啊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特别实力派的直播间的一个小姐姐啊，谢谢老板。好，来，这位八筒八王子，给他点点关注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王姐，王姐，王四，王四，妈又掉下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唱的这么好啊？来，我们的赞赞到一个亿没有？来，小姐姐。小姐姐来，谢谢无为而治啊，感谢你的嘉年华啊，你们啊，再来，看全说要你再来一首，不然你不唱粤语歌了好不好？换一个普通话的歌啊，行不行啊？嗯，那我唱一首老歌吧。什么老歌？唱一首《不白活一回》，不白活一回，行不行？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，好吧？一个多情无情的人，好不好？再来一首，他一个人来还是我跟他来呀？老板一起来吧。什么一个人呐？我感觉你们是不是想跟我砸西瓜皮了？唐毅跟我走，唐毅走。啊，想他一个人唱是不是？一起啊，一起。我听错了，我以为他说要我一个，叫你一个人唱，我就走了。一起来直播间三十。来直播间38万人，我要哭了。双击屏，我们站的还没到一个亿，对不对？到一个亿没有？9500万，来冲一个亿来！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来，这人气是咋的了？38.7万人一动不动啊！咱们冲到40万人来！直播间全说一个人唱，等一下，直播间全在说让他一个人唱，非常好。那我就先休息一下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行，老板一起唱不好啊。全部要他一个人唱啊！我走了，我走吧。其实我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心疼我的嗓子，我嗓子今天还是有点哑，是不是？先让他一个人唱吧，一会儿我再跟你们唱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谢小谢给我们单独来一首《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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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41万人直播间所有家人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，来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的双手借给我好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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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举起又发大的酒啊，开心和最亲爱的人，每一个难眠的夜晚，想着我最思念的人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伤，喝下这淬炼的酒，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，喝下这淬炼的酒，随便吧，随便吧。狠心，一次次原谅着你的过错，一次次难为我自己。难过的时候总独自流泪，醒来后装作无所谓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伤，喝下这淬炼的酒，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，喝下这淬炼的酒，随便吧，就随便吧。一个多
心的人啊，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，喝下这最烈的酒，随便吧，就浪迹天涯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，就像天边月镜里的花，喝下这最烈的酒，随便吧，随便吧。谢谢，来来，谢谢，你好听吗？谢谢。我发现你他们特别喜欢你啊，可能是因为是老乡的原因。他们喜欢你多过喜欢我啊？没有，都喜欢老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他们说了啊。好，咱们再给谢小谢点点关注啊！抖音上搜索谢小谢，非常实力派的小姐姐。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糖衣大舞台，感谢老板给到我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。谢谢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我们来头顶上来，黄色爱心，点点黄色爱心，把我们助力打榜，免费的人气票送出来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头顶上是送礼助力，来来来，一直点着的可以连送600张，连送一张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已经有4.6万人助力了，马上到50000人助力啦！来，我们在现场来，人气冲不上去啊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就上不了50万人呢？我看看是不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让我们上50万人的人，我看看谁。来，让我们来猜猜名字吧。来，谁要上？我们上50万人，我找一下啊，有谁可以让我们上50万人？谁要唱？来，来，你往前一点啊，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，唐老师啊，不要叫我老师，等一下叫老师，他们又说好漂亮你。不好，你也好漂亮，你要唱什么歌？麝香夫人。麝香夫人，直接唱副歌第一句，好不好？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香水滩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。哇，好听吗？谢谢。这个能上50万人吗？家人们啊，又到35万人了，我真的想哭了，我觉得一定能，一定能呢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还有谁想唱歌？这边有没有人想唱歌？我看一下啊，我来找一下，找寻一下，我也跟他对视啊。来，这里有个小姐姐，来，来来来，你好，要唱什么歌？我唱小小鸟吧。小小鸟，来，直接，我是一只，这里直接唱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来，直接来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一个温暖的回报，这样的要求。山不山太高，可以吗？哦，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位好不好？完了，今天晚上这个屏幕是咋的了？老坏老坏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什么？不是啊，我们不卡，我这个不卡，是你们卡。我直播间不卡啊。行了吗？下一个啊，下一个来。哎呀我天哪，下一个来，下一个来。来，你好。你好老板。把他头挡住，哈哈。你好。你好老板。这老板美女老板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唱一首后海酒吧。后海酒吧，来，直接来后海酒吧。夜深时候，我来到酒吧，遇到了美丽的她，生美的她，有美丽长发，她眼睛会说话。好听吗？好听吗？不卡，刚刚卡一下啊，没事，卡了一下，想哭啊，真的。
行吗？富哥，不，我上台唱嗨的歌，99步闯天涯都可以，闯天涯来，仔细来，我唱着情歌预备起，我唱着情歌一路向远方，死也要死在闯荡的路上，可以吗？望不登天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他说可以，快点亲他一下，谢谢，亲一个亲一个、嗯、哎呀，你人家不让你亲了，来，可以吗？这个小姐姐可以，来，你上去吧，我们再找，你看一下啊，好不好，再找个男生好不好，有没有男生会唱，往那边哈、哦，那边能跟我去吗？能跟我去那边吗？不能去那边啊，往这边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想唱歌的过来，来来话筒，你要唱歌吗？这长得也太好看，又不唱歌。来，你要唱歌吗？哎呀，你在嚼什么东西？槟榔。啊，你嚼的槟榔啊？你唱吗？来，嚼的槟榔，来，你把槟榔吐一下，好吗？哦，怎么吐地上？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预备起。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你们笑什么？你们在笑什么？他们在笑你。你是不是故意这么唱的？好好唱，来，好好唱。等你，预备起。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不是啊，哈哈，他唱的时候，我感觉他的腿是这样。等你，我等，感觉是那种被老师叫到那个讲台上，然后就成。他唱歌很好的呀，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唱一首《女儿情》吧。女儿情。女儿情，哎，对。女儿情呢？女儿情。来，直接来。悄悄问声声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望穿无归，怕什么借女金贵？哦，谢谢，行吗？下一位来。找一位男生好不好？开心不行吗？让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你试一下，来，你试。昨天跟他灯光师一起。你昨天跟灯光师一起的。灯光师在哪里啊？灯光师啊？啊，灯光师今天穿这么帅干嘛？今天我不会让你上台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上台就没有我啥戏了，我不让你上台了，知道不？你这一上台，全部在叫你灯光师，灯光师哦。来，你来，你来。随便唱两句啊。你唱吧，你随便唱吧。我唱一首那个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里面的那个《江山无限》。来，预备起。五花马，清风剑，江山无限。夜一程走一程心越能转，可以吗？怎么没有人说可以呢？啊，谢谢假如姐，下一个唱吗？这个歌我还可以唱，我可以回家唱啊，唱江山无限。你也会唱江山无限？双元春，乌篷篷船，山高路远，夜一程走一程心越轮转。好听、哦，但是我能不能找到一个让我们所有人的惊艳的声音，有没有？啊？他们都在喊灯光师的名字，都在喊灯光师的名字，不行啊，灯光师不肯上，灯光师他今天故意看看，故意穿这么帅，想要上来是不是你啊？啊，我今天不给你上，我要给别人机会，不给灯光师上，好不好？来，
呀，灯光师下一个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干嘛呢？你这是呢？这样，这样干嘛？没挡到我，你在装酷吗？你在啊？啊，我怕挡到你的摄像头。没有没有挡到，因为不管挡不挡到，人家看到只是你看不到我而已啊。所有人都在扣你的名字，不给你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没有一个惊艳的声音呢？再试一首吧，再试一首。没事情，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。来，唱什么歌？你直接唱啊，直接唱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来，西边黄河流。来呀，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欢事别慌心头。唱得很好听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很好听。其实每个人能够上来用清唱来唱的话，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啊。我像我就不敢清唱啊，我这个只能用声卡，不能用清唱啊。来，怎么办？都在扣灯光师，我真的打你。你穿的衣服不行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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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灯光师来。灯光师来不来？灯光师，啊，只有你啊，只有你。快点，你唱不唱？也可以。来唱唱什么歌？灯光师来，灯光师能不能上50万人？我今天是这个小姐姐，她让我唱。你随便唱一首歌先来，看直播间的朋友们让不让你上去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唱啊！唱一个。唱了3秒钟过了，唱。我有点紧张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就是，真的是我打你，我真的。你就不要想我到疯掉，明明你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哇哦！好听吗？他们说他长得像狼哥，像狼哥吗？双胞胎呀，狼哥过来，来，狼哥，狼哥来，狼哥，我们有一个同事跟你长得特别像，你要不要认一下？说不定你们两个有什么血缘关系啊？你们看他们两个长得像不像？来，来，狼哥来，看背影，我天哪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来，背影，背影，他们两个像不像？来，正面正面来，狼哥来，他们两个像不像？只是一个唱歌很好听，一个是唱毁歌的，你走开，你毁歌的啊。好听啊。哎，算了吧，今天只有你了，帮我们冲到50万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可以，来上。好的。太难了，你是来做打面教材的你。你怎么就上哪儿了你啊？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快走开走开走开，你第二个上的了，你第二个上。来，掌声还有没有？来，我们都坐下来好不好？坐下来，来。哎呀，好难啊，找一个人惊艳的声音，哇塞的声音是很难的啊。现在直播间43万人，我们的赞赞还能够再点一点吗？头顶上黄色爱心的灯牌来丢一丢，来把人气票送一送。现在50000人助力没有？有没有50000人助力啊？看一下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女5.5万人助力，咱们冲破6万人助力榜，好不好？头顶上黄色爱心，来，黄色爱心点一点，助力打榜，把免费人气票送出来。有请我们的第3位女嘉宾登场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好，现场的朋友们你啊，不叫父老乡亲，人家没有不急情。现场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，晚上好。他们一看你就不是本地人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看出你不是本地人？你们觉得我是本地人吗？家人们，不是，像不像？
像啊，像像像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范范。哦，范范，走吧，范范，吃饭去，吃饭去。范范，范范，来唱什么歌？今天？我想唱一首《九十九步》或者《闯天涯》吧。闯天涯啊，我们俩来闯天涯吧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来一首《闯天涯》，来，直接直播间42.4万人，一起双击屏幕，赞赞的点一点。人气票要送一送啊，双击屏幕点点赞，一首闯天涯 DJ 版来送给大家，一起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吗？你给我下来了。从来不怨命运的伤，从来不怨没有避风港，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远航，寻找我梦中的天堂。Come on！ 人生本来太多的感伤，不必再让眼泪成两行，天涯的路上谁陪我乘凉，爱我的人等我在路上。我唱着情歌，一路向远方，死也要死在闯荡的路上，望不断天涯路，望不断苍茫，我在为了理想而的守在那地上。我唱着情歌，一路向远方，死也要死在闯荡的路上，望不断天涯路，望不断苍茫，就让月光陪我在路上。马上上44万人，还有掌声吗？谢谢大家，一首《闯天涯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怎么我们唱完没有掌声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谢谢大家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范范。范范啊，对对对，那点关注嘛，再绑起来。要，绑13。家人们你们好，我是榜13的范范，没有给我点关注可以给我点上个免费的关注，给我点关注可以给我点上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。好的，榜13的范范点点关注。刚刚你说99步是不是？对啊，99步，来让范范单独来，单独给你们来一首好不好？好不好，父老乡亲们，43.5万人，来咱们冲一个44万人好不好？你有99步，退一步送给你们，来 DJ 版。我再也不要做舔狗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能走99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苦力，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，维持形状不会有结局，一路成长为你我血淋雨，理所应当是你的逻辑，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，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，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，即使止损是我的专辑。 Come on， 走99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浪走99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，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苦力。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，马上上42万人。
谢谢。这感情我已经全。谢谢。一首99步退一步来送给大家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我叫范范，吃饭的饭。吃饭的饭，来。对，范范在榜几啊？榜十二。我在榜十二，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可以给我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榜十二，范范的关注点一点，谢谢，谢谢，掌声再次送给范范。好，来，接下来，来，灯光师先把耳机戴上啊，好不好？双击屏幕的赞赞再走一走。给我看一下我直播间曝光了吗？我曝光了吗？啊，等一下，还没叫你上来下去。来，要放，给你放专属的音乐你才能上来，知道吗？来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灯光师。呜，刚上瘾了是吧？啊，今天还穿这么骚气的颜色啊，是不是？平时是不是不穿这种衣服？没有，平时就穿这种。啊，平时就这么骚气啊？那是我，没有来来干活的时候就是黑色，嗯，黑色啊、嗯，你要唱什么歌？今天我们俩合唱一首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要不要听我们两个合唱一首？凉凉好不好？凉凉会唱吗？会，会。凉凉还是心雨？啊？凉凉啊，想听凉凉吗？等下你我们俩唱完真的凉了，这个直播间，我天哪！不会不会不会，今天已经够凉的了，今天直播间啊，不会不会。来，还想听凉凉吗？想听凉凉啊？拿个扇子来，我跟他唱首凉凉吧，好吧？只能唱一段这个啊，这个唱第二段就完蛋了啊，真的要凉了，等一下啊啊，不听呢、啊，不听呢、啊，还有什么歌？凉凉还有呢，知心爱人，知心爱人会吗？让我的爱，知心爱人，凉凉，还有心雨，想听哪一首？来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凉凉啊，都想听凉凉啊，行，现场朋友们都想听凉凉，那就来一首凉凉吧，好不好？来。来，准备好。这个风是吹到哪去了？对着摄影师吹呢。来，一首凉凉送给大家。谢谢海丽姐。来点尖叫声！谁先唱？我吧。你来。如月清微亮，风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。此难相忘。悠悠桃花凉，前世醉未舍身，只疑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，不痒不牵扯。都是假象，凉凉一丝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前尘岁月铺满爱人袖，片片风飞如水流。凉凉天一烈，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上，情真我剩这一度情节，冷了结局的心，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几分
上的汗。来点掌声，谢谢谢谢，一首凉凉送给大家。谢谢海丽姐，感谢海丽姐。来一首凉凉，再把你的名字介绍一下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姚，就叫小姚了，姚博、啊、我记得了啊、哎、姚博。来，今天还想听他唱吗？他说男的还想听他唱啊，再来一首呗，好不好？有人说不好听，你去忙你的。还有人说好听，还有人说我声音太大了、不是，你还唱什么歌？我刚刚那首可以吗？哪首？就我刚刚。你唱了什么歌？ 台下那个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你就不要想起我啊。嗯。你就不要想起我，想不想听家门？可以吗？不想听了，走吧。嗯。酒醉的 Tango。酒醉的 Tango 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给我们来一半首酒醉的 Tango， 人气票咱们再送一送。已经6万人助力了没有？人气票再送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酒醉的 Tango 哪个伴奏看到没有？再来半首吧，啊，好不好？来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酒醉探狗来，嗯嗯，你跟他们互动一下。屏幕前的宝贝们大家晚上好啊，现场的常德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，我又来了，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七分醉意，三分清醒，满山你家门口，感觉冷飕飕。北京又让我绞心头中，一个新鲜空。反应八个理由，你都说得很溜，不用 rehearsal。我需要一桶冰块，一条毛巾，泡在星星之后。不出想家就来比谁的家人想都想是想不开，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，跳一段就醉的探戈，脚趾头无所适从啊，混乱的绝情的 Tango， Goodbye love， 我的女友。谢谢，感谢姚博，感谢你，谢谢，第二次再来到我们的这现场啊，说明我们的直播间的家人们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你。来，好吧，继续调灯去吧，啊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继续打灯光吧，啊，继续努力，加油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掌声再送给姚博。谢谢，来，我们女生来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来一首《太想念》来送给大家。来，